啊，八月份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的这个寒假也是接近尾声，很多小伙伴们也是陆陆续续的开学。那在这一期呢，开始之前，也提前跟大家说一声，阿川这边的这个视频呢，也是马上就要从一天的两三更恢复到一天一更了啊。开学以后时间会比较少，然后希望大家呢，也是能够这个继续关注，然后在这个看阿川视频的同时呢，也不要荒废了自己的学业啊，毕竟学业才是最重要的。然后。我们这边的这一期呢，也算是提前告诉大家我们的这个视频的这个更新的时间，然后呢，也是大家继续关注，开学肯定这个更新肯定还要继续了，但是会更的慢一些，然后大家呢继续关注啊。好，那这边开始哦，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场打的是这个研究所啊，研究所，然后哦有研究所终极变异，然后我们这一期呢是想打一个这个。打一个这个激光剑的一个主打这个刀僵尸啊，当然了，能不能刀到僵尸还是要另说。那么上来这哥们儿啊，自己跳下去了啊，自己跳下去了。好了，这场上是七回合，7-7-13啊，我们还有5回合啊，还有6回合的装逼时间啊，其实还有5回合了。然后呢啊，我们看一下这边的这个地图，这个研究所啊，现在玩的人是比较少了，是吧？哎，在结束之前把你抓掉。Oh yes，哎，什么情况？哎，我天呐，怎么不让我变呢？奇了怪了，好奇怪！哎，背包也不能换了，这怎么回事啊？那这一回合我们就先用这个荣耀打一局了啊。我本来的时候呢，有一个很好的想法啊，就是说开设一个新的板块啊，新的板块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都知道，我们阿春现在更新了，已经是62期了。然后啊，我本来想开设一个新的板块，叫做阿春的军械库啊。然后呢？那个板块呢，主要是给大家打一些这个生化的不同的近战武器的刀僵尸这么一个内容。然后呢，这个想法呢，我其实想晚了。如果这个想法放在刚暑假刚开始的时候，也许我们能一起实施一些。我去，那底下这些饥渴难耐小僵尸是不是早已在这等了半天了，是吧？哎，那好啊，好吧。然后如果是放在暑假之前的话呢，我们更新这一个暑假，估计也能更新不少武器。不少武器的这个视频，但是这个想法呢是最近刚刚想起来的，所以说可能就没法实施了，因为开学以后一天一更嘛。我们看这个系列呢能不能做起来啊，就像这个《雾迷阿春》一样，然后每期这个给大家更新这么相同内容的一些东西啊。好了，把它抓掉以后呢再变回来，哎，我们用的是个喷子，哎，喷子，看没有？喷子配这个，哎，那这母体要死了啊！喷子配这个激光剑。那还有这个黄金巨蟒，来看一下，这边以下发生了大灾变是吧？大灾变就要格外注意一下了啊！我觉得是时候跑了，这个时候不跑，什么时候跑？往脚底下扔颗雷，哎，嘣嘣嘣嘣嘣嘣！还有没有人追上来呀？我看一下，好，有个小疾风体啊，有一堆人追上来了。好，这个打红了啊，打红了，不要跟他客气啊！胖子啊，胖子也来了，哎，胖子也来了，哟呵，直接打死了，没想到啊，这巨蟒威力还是蛮大的。好。啊，这个小疾风体也是要死的节奏啊，是不是？也是要死的节奏啊！哎，人呢？哟呵，躲起来了！哇，这个喷子实在是威力太大了，导致我们是吧？一不小心给打死了。好了，终极时刻即将来临，也是可以变英雄了。但是呢，我们的装逼原则还记得吗？哎，不变啊，我就不变，一会儿再变啊，别急。好了，变吧！一会儿他这个母体朝我射上2发这个死亡射线，我就作死了。那还是变吧。好，当榴弹英雄的好处就是可以远距离打啊，远距离离得远远的朝他放榴弹，哎，离得远远的朝他放榴弹。哇，这个小僵尸这打懵了，看到没有？打懵了，都站着不动了，都站着不动了。好，只要母体不过来凑热闹，我们还是有十足的把握活下去的啊。这一局应该是能稳赢了啊。对面，还有2个啊，这个母体看来也不会玩，你看没有？这母体打哭了啊，打哭了，看没有？一群人围着他，哎，有人在抓我。好，那第一回合，那第二回合啊，算是一个比较稳妥的胜利。好了，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我看背包五他装了一个，哎，装了一个这个黄金 M14E2B12，然后我还有一个迅猛龙，还有这个激光剑啊。来，我们看这个背包，我的天呐，哎呀，我的天呐，哦呦，我勒个去！好，吓我一跳，我以为他上来了。哎，嚯！我操，怎么自己掉下来了？好，不要激动，小四情，小四情。
小四星。好，哦哟，这边出事了，胖子，胖子，怎么只胖子想练练吗？哎，想练练吗？来，我打死了。哦，疾风体，滚犊子啊！我不要看你到疾风体啊，烦死疾风体了。这个一来疾风体，我就这个手脚，哎，手脚不知所措啊，不知所措。比较怕这个，你看疾风体，第一个它的这个体型比较瘦弱啊，然后你这个子弹呢不容易打到它，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它这个加速太恶心了，你看是吧？哎，我们都没有用加速就过来了。好，变回来，这是哪？是哪？我不想在这种大街上逛，在这种大街上逛是很危险的事情。那这胖子是吧？这胖子一看就不想混了。小疾风体啊，如果是你一个人的话呢？我建议你还是别这么作死了啊！怎么样，这个小疾风体还躲，躲个毛线，来受死吧！哎，他被队友打死了，来受死吧！哎，怎么了？退出游戏了吗？我靠，这么坑爹，退出游戏了！哦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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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哟哟哟！哎，这队友这不给我打掩护啊？没事啊，你不给我打掩护，我就坑你啊，我就坑你，是吧？好，我们又变回来了。我、哦、还是自己行动吧，自己行动，那队友没有配合啊，队友该帮你打死的不帮你打死啊，该帮你打红的呢不帮你打红，自己行动吧。啊，看这个，看没有，找这种落单的是吧？哎，这种孤身一人的，他没有看到我，这一局嘛好像没有母体是吧？哎，这一局没有母体 ，Hello， I'm here， I'm。我不要变英雄啊！变英雄刀僵尸的这个感觉和这个拿武器刀僵尸的感觉，它完全不是一个。这一局没有母体，真的，这一局没有母体。你看没有，这个站着发呆的，他发现我了，哎，发现我了，发现我又怎么样？发现我也是死。哎，人呢？那被队友砍掉了。最后一个呢？哇，这一局小僵尸被打哭了是吧？被打哭了。我的天哪，这人类也太丧心病狂了吧！这装备呢还是不错的，这装备还是不错的啊，尤其是这个喷子啊，如果到了后期啊，有这个战斗力加成的话，一枪过去直接三分钟的事儿。这干什么呢啊，在打这个。好，该出手时就出手呀，哎哎哎呦呵哎呦呵，哎，这个可以哦啊，不过我们的小兵也打上去了，这是很值的是吧，这是很值的。没事啊，被刀了是复活不了的，但是呢被抓了还是有机会变回来的，是不是？哎呀，我没抓到他，爪子短了一点点。好，哎，我们还有变回去的机会啊，放心好了，这种满大街都是，满大街都是，是吗？是吗？好像不是的啊，好像不是的。那这个呆萌小比伯，让队友先上，你看他没子弹了，没子弹了我们再上。哎，就是等你没子弹。好的，哎呀呵，变异体怎么胜利了？我这还没死呢，怎么就胜利了？这样就很快就来到11回合，哇，这一局打得好快啊，这局搞得，啊，我们刀了两个僵尸就死，就第一名了，是吧？好 ，Oh shit， 还好，这人品不是很糟了啊，因为大家都记得我上一期，哎，又是这个呆萌小比伯。哎呦，拿小刀转身就给我一刀啊！好的，这是哪里啊？这是什么鬼地方 ？I don't know。但是啊，这里好，我们到这上面来跟队友躲一块。哎呀，母体来了，我比较怕母体，这母体血太多啊。这个喷子远距离的时候，哎，这队友上了，看没有？这队友上了，可以啊，我们要走了。这个区区小僵尸是吧？哎，收你！好，是吧？哎，你看这个还想跟我作，还想跟我作是不是？想跟我作吗？好，哎，我有裤衩，你没想到吧？我有裤衩啊，哎，走你这，哎，这么科学啊，哇，这队友厉害，拿这个撬棍把这个母体给干了。我们刚才我感觉应该砍到他了吧，都闪红了是吧，但是他没死，不知道为什么。哎，呆萌小劳伦啊，这满大街都很呆萌啊。
好，啊，这个挂机的啊，先对付挂机的啊，我打死了，对不起，我下手太重了啊，不小心把你打死了，哎，下掉了，下掉了，来吃我，哎呦呵，退出游戏了吗？这是，哎呀，不带这么坑的，你好歹让我刀了你再退出游戏，是不是？这样不大好呀、啊。好了，现在这一局小僵尸又是被虐啊，是吧？你看这全场，好吧，刚说完就被抓了。这个母体是不是退自己退了？啊，这个母体经受不住打击，哎啊，这个母体被刀了，对对对对，啊，说错了，被刀了，啊，哇，好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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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一点就跪了，差一点就跪了。啊，这一局小僵尸被打爆了，真的是被打爆了啊，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没有？哎，真的是被打爆了。好了，哈，几个英雄这是？9个英雄追着一个僵尸打是吧？嚯嚯，这场面真是红旗招展啊！人山人海，不是叫什么来啊？锣鼓喧扬，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是吧？九个英雄围攻一个小僵尸，你看这小僵尸都哭了啊，都哭了。好，你还蹦跶蹦跶个毛呀？乖乖受死了，你这就，你乖乖受。好的，好啊，为小僵尸默哀3秒钟啊，一二三，来，我们看一下巨蟒配这个搭配我不知道合适不合适，但是我当时的时候是想给喷子加一个子弹多一点的枪啊，但是这个号没有双煞啊，哎，这家伙变胖子了，看着我，哎，对了嘛，这就对了嘛，看我，哎，走你还蹦跶是吧？还蹦跶哦。我们这个一般情况下自己一个人对付僵尸还是绰绰有余啊，就怕有队友。那有队友是什么情况呢？哎，该帮你打掩护的时候不帮你打掩护是吧？该坑你的时候狠狠坑你，没办法，这就是队友的这个定义嘛，是吧？这就是队友的定义。好，他也是个喷子啊，两个喷子怕个毛啊，是吧？两个喷子怕个毛，该砍就得砍。哎，这边还有一个，别打，你别打，你打他干什么？别打他，哎，让我啊，他吓跑了啊，吓跑了就不给你留活路了。好，这个队友刚才也是挺识趣的，他没有帮我把他打掉，可能也是看我，哎，我去。我靠，这是从哪冒出来的？哇，我的裤衩子被抓烂了啊！啊，看没有，地上两个，看没有，这都是，哎，都是我刀的战利品，可以啊，可以。也是，现在是12回合啊，十二回合。那12回合的话，我们就得抓紧时间了啊，抓紧时间了。哎，这队友想干什么呀？想玩点高科技是不是？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一看就玩不了，是吧？hold 不住啊！像我这种，来，打红打红，来队友，对对，别打了别打了，你看看你看看你，凶狠狠啊！不知道打个配合吗？啊，行，还不打配合就算了啊。反正要是我们的话啊，我们看到闪红的也是想是吧，也是想多捞个人头嘛，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好，来了一个啊，来了一个，这个我就不想刀了，刀两个可以了，再刀。就队友打掩护，队友打掩护，哎 ，nice nice nice， 好的呢，好的啊，我们胜利的，我们成功的过来啊，我们就静静等待变英雄吧，那就静静等待变英雄吧，没有裤衩了，别下去作死了棒棒棒棒棒，好，变英雄，哎，榴弹枪可以，哎 ，fire in the home， fire in the home， fire in the home， 现在是第12回合啊，打完这一回合呢，我看一下时间啊。差不多这一期就结束了啊，这一期就不再给大家再开一局了，因为很多粉丝反映这边这个视频呢，不知道什么问题，就是你发了这个视频以后啊，他如果你发了个，比如说发了个50分钟的超长发布啊，看着看着呢，就是很多粉丝都给我反映，他说看着看着忽然会显示正在缓冲啊，然后缓冲几秒以后呢，又会从头开始播放，我暂时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问了问客服啊，客服没有理我的啊，这客服也是够忙的是吧？哎，客服也是够忙的，我跟他问他都不回复我。然后反正就是现在这个，就是很多粉丝反映，看着看着忽然就会加载，然后就会缓冲，一缓冲呢又会从头开始播放，这很苦恼。你想想，你看50分钟，你看到20分钟的时候，它就开始一下回到开头，然后你再看20分钟又回到开头，啊，你后面那剩下的30分钟根本看不完。所以说这样的话，我们这期视频就放时间短一些啊，时间短一些，这样我们争取把时间短剪短了以后呢，多发两期，其实是一样的，其实是一样的。Come on 啊！背呗，哎，这就对了嘛，这很配合我。好，我们这一局打的也是够溜了吧？啊，
刀了不少了啊，刀了不少了。但是呢，作为一个啊，有这么一个自知之明的人，你要相信自己的水平呢，还是有进步的空间的。你不能认为这就是你的全部水平啊！如果你这样认为的话呢，你就没有进步的空间了，是吧？你要认为这只是你的这个，是吧？只是你的这个正常水平啊，不是，只是你的一般水平。如果你还想要进步的空间，你就要对自己的要求更高一些。那我们现在的水平相比于以前来讲，肯定是有进步的，是吧？肯定是有进步的。但是呢，我们还有更大的进步空间啊！你看，我曾经可能玩一局游戏13回合能刀一个，我们就会高兴的不得了。然后后来发展到呢，可能一场游戏能刀上这么三四个、五六个。现在呢，我们渐渐的演变成了一回合呢刀上一两个。然后呢，但是呢，我们不能满足啊，我们满足就没有进步了，是不是？哎，高手大神有的是，有的大神一回合刀四五个，是吧？所以说我们有的是进步的空间啊，永远不能满足啊。我们的下一个，我们现在一回合差不多能刀上两三个吧。哎呀，没子弹了。这个东西啊，那这个东西还是要学。哎，完了，一个加速就直接，就怕这个加速，一个加速立刻打乱我们的计划啊。我们现在是刚才那一回合应该是刀了两个吧？好，现在是906分。其实很多这个粉丝也是能看到我的进步。我从一个这个普通的爆破玩家呢，是转到生化来，然后从这个生化这条路上呢继续走，然后越走越远。然后很多老粉丝，哎，这家伙不变，哎，我让你不变，哎，活该。很多老粉丝都是知道的啊，我前期这个生化真的是一坨翔的水平，然后到就是前期主要是爆破和团战嘛，然后到后面呢生化是越来越溜，很多老粉丝都是看在眼里。但是有很多喷子呢，他们不知道什么情况，他们一看我这水平，哎呀，你这水平是吧，跟那个花圣离差得远，跟那个蜥蜴差得远，是吧，跟那个圣光差得远，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其实也是要感谢很多提出建议的人啊，因为呢，只有你把自己的目标定的高一些，是不是啊？如果你就是说，那我就是跟这种大街上的这种平民比，那我确实比他们强很多。但是呢，哎，这个高手是在民间的。如果你想要进步啊，肯定还是要不断提高对自己的要求，是不是啊？所以说也是要感谢粉丝，也是要感谢喷子啊，都要感谢。当然，我哪些地方啊有提升的空间呢，大家都是可以指出来，但是希望你们指出来的时候呢委婉的指出来，这个语言不要过激。好了，那么本期视频就先给大家带到这里了啊，我们这个下期再见。这两天呢视频还会再疯狂的更新一下，然后更新疯狂之后呢就是我们回归于这个成绩，也是希望大家做好准备。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